What?看到了一个斯瓦尼，棋子是插在了后面的草丛，直接被斯瓦尼一阵暴打。后面布朗不过来，直接吃到了一个沉睡梦玉啊，稍微睡着。是这个哦，这里姜文有想要靠上，已经赶了过来。哎，反击风暴开掉喽，有点尴尬。赶紧用 Q 跳走，不过对面已经先用 W 的缓速之后，再等你闪现再 Q， 不过窜到了塔前，有点反尊的意味了。但其实已经看到淑女的位置，这里就可以进行一波强 game， 直接走出来闪现 W 的 combo。流血是一个辅助，以上来可以跳队友，后面是嘉文的 EQ 串，也是串到布朗姆。不过以上看起来没扣血，反正打是 WS， 还是闪现被打掉了。小姆赶紧回头之后，挖口还顺势冷酷进行往前滑，再打了一套。这个 gank 就有点顺势的 X 来了，两边草丛相遇，这个、牛没有闪现就直接顶了 Score 一把。不过 Score 这边还有一个护盾五等的牛，直接被留住，被动打起来。虽然自己的大粉队敲起三人，而且往以泽拉弹塔的人交出了点燃，但没有办法收下下半部，直接被。没有确认到斯瓦尼离开的话，很有可能被 gank， 所以 WS 又走了回来，但顺势被抓了回来，没有 EQ 了，没有旗帜，没有闪，你在后面直接挂了被动，交出镜 ，WS 在等自己的技能起来，瞬间准备 EQ 要走，被永动本地给套的时候，交了闪现 ，Rainbow 直接贴进去，想要保护他的菜皮，虽然用自己的 R 技能过去看，但看到的就是自己家人的尸体，自己还有一点危险，被幽灵碎冰给打到之后，冰河裂隙直接炸布朗姆的一个大绝，逼掉了菜皮的闪现。对。他一直抓准的是对面用技能去探草丛的这个时候，从后方去直接夹击的。我顶上去，继续追击。不过前面有个球果，球果不给你打，被流柱交出了大绝。这一弹自己没有被弹到双死，反而是斯瓦尼弹到了。不过这个大绝逼的也算成功。如果这波菜皮没有开花，其实这个塔贾克斯是有机会走的。他是被抓了，左边位置就是斯瓦尼给的一套立即反身的一个 P 大，嘉文的 EQ 进来，还有一个牛三人的一个夹击，让他。这个斯瓦尼倒，斯瓦尼也去了就倒之后，贾克虽然反击风暴晕眩了四个人，但还是被人给后续秒杀。原本后续进场这一个效果伤害其实没有很高，虽然欧一在菜皮身上，不过菜皮看起来还没有要死，最后是吃到了这一个助攻的效果，回了点血，反身的布朗姆以上他只能赶紧退。不过 Licky 交出闪现加 Q2， 嘉文再次的 EQ 进场，这一波预示着团战。Alpha 其实四打一打一，在 Alpha 里面，这是 X 自己顶上去啊，他的中路跟 AD 和辅助完全跟不到的情况下，他直接顶上去，那直接活生生被惩罚。对，这边死掉之后，贾克斯参战啊，一打四。对，然后这里就像车轮战一样，就死完一个就水饺就又一颗进来，对，一颗一颗下，一颗一颗跳进来。对，这是 HQ 团战没有集结速度没有对面快啊，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沟通上的问题，略领先挖口的，那这个火龙应该只能让吧，一定要开吧？这边要你说 HQ 要开吗？不就是、说 L 反要开，我说 HQ 可能放，但 HQ 选择还是要来看。牛的 combo 直接留住 Rainbow 从右边进来，虽然要留小恶魔，小恶魔吃到两次的一个大绝，有被秒吗？嘉文过来反救，不过自己可能要倒，小恶魔已经倒下了，而且 X 并没有死亡。铁甲被打出来的嘉文，这个救援的行动让自己有一点危险。反击风暴跳了过来，这一个贾克斯反击风暴拿下人头，左边位置容易被布朗姆一个大叔叔给贴上。还好后续的一个 CC 不到任何事情、他没有打到，他这个优势他最肥但打不到。对，哇，这个 Rainbow 的绕背非常的漂亮，这里朱女士直接吸引所有的目光，然后这里直接进场之后，全部的 CC 都直接 all in 在了小恶魔身上。这波欧影，那左边厄萨斯来了 ，Q 空啊！这波是个五打四啊！哇，那这个没有少，没有厄萨斯少了厄萨斯的伤害，这个团战其实这么想好像就理所当然了，对，好像理所当然，对，很容易就拿下。现在没有两个人守不住这个贾克斯的进化，而且柔一把自己的一个这个 R 技能交掉了，扛着塔。正面打菜皮得退，幸好有嘉文的 EQ 把 X 给敲了起来之后，牛的一个闪现 Q 起两个，后面是陆先跟布朗姆的一个赶到 ，HQ 顺势的一个包抄，贾克斯虽然倒下，不过 HQ 还想继续接这波团战，在对面的塔前，冰河裂隙已经炸到凯撒再度人亡，嘉文死前盖出浩劫降临，不过自己还是得倒，后面终于 Licky 赶到，有没有机会一打三被缓速缓到打出被动晕眩住了，后续的 Q 三被陆先的这个冷酷晋级给拉掉了之后，开始秀挖口准备输出，在死前打一个普攻出来，在菜皮没有倒，而立三佐在死要死吗？没有，这边收下了一个柔一之后，还用一技能的极速冰刺成功跑掉。Licky 想继续的追击一个 EQ 串到冥府劫的正式直接挂死 Rainbow， 先把对方弹塔的贾克斯跟朱女打到非常非常低的血量。这波最关键其实就是厄萨斯没那个 TP 了，所以他是这样缓缓的走上来。那这边已经就是开打的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关键是 Scott 这个 Q 闪直接控制住了两个人，然后小恶魔利用一个空隙。
接切入进来，先秒掉对方一个人。那后面还是因为本身没有进化，也没有嘴赢的情况下，直接被对方的第三躲贼控到死。但后面的会战已经打得太久了，这里力从下路一路晃上来，都把人全部收光。哇，他有三团到，就算打这么久的一个五打四的团战，他都到了。只要他到了，这个团战通常都是 Alpha 赢的。最后，哇，这个幸好 Rainbow 还是有收到一个，收到这个柔意的头啊。但是 Leaky 一个过墙劈砍，然后加一个 W 收头，就是其实上一波画面回来，团战已经开启 ，WS 还倒了，倒在自己的六鸟区前面。其实上一波如果 Alpha 就是这样子 ，HQ 没有受到关照啊。不过来看一下刚刚是怎么死的，应该是直接丢个大，他就直接了。哎，已经照到他了，可是好像没有 EQ 了，感觉是 EQ 走出来的吗？所以刚刚这个影这边的话 ，Alpha 感觉好像找不到目标啊，真的想推这个中塔吗？他们想要 B 站，但就是直接过来要 B 中塔，我直接要硬开，牛的一个 combo 只留住了一个布朗姆，后面是脱逃之后，嘉文直接闪现过来盖板，整体的一个阵型要把他拉到非常深啊，后面贾克斯的一个赶到，先把 Licky 的一个副打出来后，左边位牛梅直接套上。凯撒想要隐形最优秀，但是被打倒了。这一个位置 WS 天甲起来之后，反身 EQ 串进去被两个精灵给规避掉。后面立三又起来，直接刷人头。立三这一个二杀四的进场也被贾克斯给劈爆。再一次的反应波闪现，直接转打爆柔一。幸好有牛的一个保护胶闪现，进到对面蓝 buff 跑掉。不过这个牛就跑不掉了，而且柔一还不到安全的一个位置，跳出来继续输出尝试下换 Zeev 的人头。但是又不给机会，跳了过来，躲掉对面的一个 Q 技能后，就由上方的立三个 Rainbow 打下了一个 S， 打到挖狗，然后拍那一下。虽然挖狗被收掉，但这个贾克斯虽然前面很瘦，没有，但他一下来全部都是残血的。他在这波就直接打到哇，身上有长进的五个，他五个都有残血到，刚一二一下是三二。对，这边这种开法是对的吗？这是全部冲起来要 all in 这个挖口，所有人都飞进来了，我就觉得这是出不去了。然后这个塔，这个 Licky 开大扛到被塔打死。那后面撤退路线 ，Rainbow 这个绕背直接移到后排，把小恶魔收掉之后，顿时间 Alpha 完全没伤害了。贾克斯狂敲猛敲，哇，这个是发了疯啊！这个开战很扯哎，哇，这为什么不用二杀四的单边去打这个贾克斯？他们没有发挥这个边线优势，然后硬要跟对方碰团。那其实如果他真的要这样打的话，他在十分钟前就可以这样打了。对，他根本就不需要再有边线建立优势啊。打爆在左边的 Scott 直接开了一个石瓦尼，这边尝试想要一波 all in， 加文这次盖起三个人还不错，二杀四从左边进场，这一波团战想要开启，但直接被晕眩住击飞。二杀四好像没有太多的输出空间，直接打出了被动，因为左边 Zeev 虎视眈眈看着每一个人，先把前面的 Licky 给抓到，立三龙拿下了 double kill， Alpha 人员三个人得赶紧撤退。你这样子要两路高地的样子，对，这波高地 HQ 稳定的话是先拿高地后选择 recall。会不会想要拼一波 GG 啊？因为其实状态很差，对方的坦都倒了，然后陆先这边用普攻把血量补回来了，然后这个炮车总共有四台，想要 GG， 这边要看一下 Scott 这个护国神牛有没有效果了。前面史瓦尼给盯上，这边反身的 W 定后看来是没有办法了，牛的倒下，后续的两 carry 位也无从输出嘛，恭喜 HQ 2-1。与 Alpha 在第一轮交手的时候一模一样，结果让一追，我们恭喜 HQ 三连胜。我还是真的不懂为什么 Alpha 要这样开耶，我不懂中路如果不这么开，让当时二杀子还有至少领先贾克斯一件的装备的时候去做边线的单打，老实讲应该是有机会去做压制的吧。就是，Alpha 他们有很多可以去扩大优势抓人的机会，就是先让二杀子去处理边线，因为贾克斯在那个时间绝对打不赢他，所以他把兵线推完之后，他的队友可以先转头把巴龙视野全部清完之后，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访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乐。那站在我身边的是刚刚赢下比赛 HQ 的 Alex， 先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好，我是 HQ 的打野。你好你好，那我们先来聊聊一下就是 9.4 的版本好了，因为其实很多主播赛评他们都说 9.4 版本的雷克萨带上征服者非常的强，那你们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你们并没有首抢雷克萨，那在第二三场的时候也没有选下来并且自崩了，可以问一下原因吗？
觉得雷克萨这把就是变得可以出的角色，然后没有那么强，然后李信遇到雷克萨不太好打，所以要ban掉。哦，了解。所以你其实本来就想要就是选择李信了。对。那你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像是李信以及雷克萨的顺位，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吗？应该是李信比较高吧，因为李信中也很强。不过雷克萨是可以拿来打李信的角色。了解。其实因为很多人都是说雷克萨带上征服者非常强，那你这边是有不同的见解。那看来你李信也是玩得非常不错，因为我最近有小小的就是探讨一下李信。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李信的诀窍吗？就要懂得拉打吧，就判断伤害，什么时候该进去，什么时候该出来。了解，就是判断伤害，如果够的话再进去，不要一进去又出不来就是了。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在第二场结束的时候，其实你有来到楼上，然后你就是跟小安说，那个凯莎很难踢耶。请问你们第二场是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就我已经本来就是我们拿掉八楼嘛，我已经计划要去 TAD 开战，然后我忘记 AD 会那个隐形，然后队友没有提醒我，所以顶不太足。对啊，你忘记凯莎会隐形，所以你的这个凯莎会隐形，你需要队友去提醒你。对啊。所以队友没有跟你说什么？你怎么没有就是记得这件事情？就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就说我送了就赢了。也是贵人多忘事啊，忘记凯莎会隐形，希望你之后会记得。那我们来聊聊第三场那一波，在26分钟的时候，对方的上路 Leaky 他们就是在中路扛塔强开，那你们赢下了那一波，并且去吃巴龙，然后你们算是整波团战赢下了整个游戏的胜利，可以说一下你们当时的反应是如何的吗？就对面五都在集中，然后我们那时候下路还在中路吧，然后对面开了，然后我们全部都集结起来，然后反打，然后 AD 也没有很快的死掉，所以就赢了。所以你们那当下的沟通就是保 AD 吗？就对啊。哦，所以就是你们全部的人都先讲好，就是只要保住 AD， 让他可以好好输出就赢了，是这样子。好好好，非常谢谢 Alex 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下一场。